我们第二节课来要解决问题，是三只动物跳我们的问题，不是说我们老百姓五角蛮缠的了。我就是上网，我上卫生间经月1200天，我被关在卫生间里的累计100多天，我现在是有房不敢上，有钱有理不能行，状况无门，我请求能管我问题的人伸出正义之手，帮我解决问题，帮助访民解决问题，看，这是我的问题。